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谢志谋老师。各位现场来宾大家好，各位电视机观众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天下最棒的节目幸福学堂。这里是我上课的教室，大自然也是我的教室，在这边我跟学生互动，改变他们的生命。谢志谋老师目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你要放松吗？老师的课好不好玩？很好玩。怎么说？一直要跟自己对话。野外心理治疗这堂课，老师会要我们去问自己你是谁，还有你要什么，然后老师营造那个教室的环境，我觉得我就是可以做我自己想要的样子。他很会说故事，然后他很用心的在跟我们说出这些他自己或是别人的生命故事。感觉蛮好的。谢志谋老师能够如此贴近年轻人的心，与他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在青少年时期的他曾经辍学，过着放荡的日子，直到入狱服刑之后，他重新看待生命并拾回书本，在赴美攻读野外心理治疗博士，让学生透过体验教育认识自己。此外，他更辅导一群活在边缘的青少年重回正轨。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去跟孩子对话，其实不算是说服所谓的问题学生，应该是说去经验他们所经验到的世界，然后跟他们同在。今天谢志谋老师要带您深入血气方刚时期的青少年，他们是怎么想的。在每一个人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或多或少在青少年的阶段都会犯了一些错，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偏差的行为的产生。那这样的产生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所造成的。那我在年幼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偏差的行为，我中错过，我混过帮派，也进过警察局，被保护管束过。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验，让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重新去看待我们年幼很多青少年的偏差行为的时候，会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那今天我们的幸福学堂，我们欢迎到非常多的来宾来跟各位共同来谈到底孩子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是父母亲的，他的孩子可能是12岁十几岁的，请您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谢谢。好，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一些曾经在青少年的时期有一些偏差行为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如果你在青少年是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的，请现场来宾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那我首先要请问在座的现场的来宾，如果你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说我跟你讲过几百次了你还不听，或是你父母亲直接对你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我吃过的盐巴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你举起你的笑脸或者是哭脸。我们大部分的来宾都举笑脸，那有这一对的妇女呢都没有举。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3号来宾，爸爸跟妈妈都是比较民主式的教育，对我们的很多决定他们不会勉强我们，就尽力去做，然后做错了没关系，就把它当做一个借鉴，然后以后不要再犯，然后也会跟我们说就是没有人是完全的，然后要我们多依靠上帝。是，所以你觉得你父母亲没有讲过这个话，可是刚刚问你的时候，你好像说你也曾经有一些偏差的行为，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可能在有时候讲话我们会有一些冲突，例如说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然后我要跟我爸爸解释，可是他可能就没有听我讲，然后他就会直接去责备我什么，然后我就会有一些情绪产生。因为爸爸不懂得倾听，不懂得怎么跟你沟通，我不了解你要讲什么话。OK， 8号来宾都没有举。我是从小是隔代教养的，真正跟父母亲住在一起没有超过3年，15岁就翘家了，然后之后都是在
外面生存的。 OK， 我们请四号来宾，你好像举笑脸。我记得我妈妈她就是会告诉我一些，比如说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喜欢交男朋友，因为那时候不懂事，那我妈妈她就用自己过往的经验，她觉得靠自己就好了，所以她觉得我们不需要有朋友，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不能够认同她的说法。你觉得她不了解你那时候的状态，你希望是有更多的同侪？对，我觉得人都需要朋友。那我们请一号来宾。我是妇女心切，就想说让他不要走那么多弯路，所以就是会第一次会很耐心的跟他讲，第二次也耐心的讲，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再不听的话，我就搬出权威来了，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了几百遍了，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就会比较强制的一面的东西就出来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跟他们说，我跟你讲过几百次了，你都不听。其实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我们很清楚，跟孩子讲了几百次，但是他都不会改变。那代表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几百次的对话是最不好的教育的方式，因为对方不能改变，代表两者之间是经验差异很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问题的产生。那父母与子女的世代的改变呢？第一个是父母大多是从农业到工业出身的背景，尤其是现在大概1950年代、1960年代、甚至到1960年代尾巴到1970年代初期的父母亲，大部分呢都是在农业到工业时代背景出生的孩子。可是他这样的过程呢，要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是现在的孩子大部分出生的时代是资讯时代。我们出生的时代，因为我们看手表是直接看手表，可是现在的孩子看时间，他是用手机，他可能在10岁的资讯就比我们过去丰富更多。所以当我们要教导更多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群的孩子其实已经知道的很多，所以可能不是跟他讲很多。所以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让自己不做一个直升机的父母，跟在他的身旁？因为现在的小孩子他的资讯多，他接触的机会也多，他的交通、他的各样的方式、可及性都比我们过去多太多。过去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现在是比较一个开放、比较多元的社会。面对这样的冲突的时候，父母亲如何学会放手，如何学会让孩子能够独立去做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为这个决定来负责任，在你的看顾之下，在你的帮忙之下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帮孩子做决定。所以过去这种教导式的父母亲，在现在的时代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冲击，因为孩子懂的知道的可能都比你还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我们的主题 VCR。等一下，妈，什么事啊？什么事？你鬼鬼祟祟干什么啊？哪有？哪有？你为什么不敢看我？没事啊，我要回房间。哎，站住！哎呀，怎么搞的？跟人家打架了？哎呦，真没出息！书已经念不好，还跟人家打架。被人家打已经够倒霉，你要这样损人家。老实说，为什么跟人家打架？我没怎样，陈一雄他就打我。没怎样，人家干嘛打你呢？就今天上体育课的时候啊，陈一雄他不想打球，就坐在旁边休息啊。同学不小心把球推到他，他就把球踢得更远，又不是故意的，他干嘛要这样？大家就很生气啊，我就跟他呛下：你妈怎么教你做人的？他就不发育，就揍我一拳。啊，这样就打人啦，太过分了。对啊，而且陈一雄他这人超孤僻的啦，是个问题学生。我到学校去跟老师谈一谈。老师啊，那个同学也太过分了，我们家又有没说什么，就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事情发生在学校，我们也很抱歉。那位同学现在已经被记过处分了，而且教官正在对他进行特别辅导。请坐。我听佑佑说他是个问题学生，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
我想不是陈义雄他本身的问题，而是他的家庭真的问题很多。还不是一样，一样都是有问题啊。我想不太一样，陈义雄他据我们所知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哦，怎么说啊？陈义雄和他姐姐从小是由父亲靠劳力赚钱养大的。嗯，在陈义雄一岁半的时候，他妈妈离家出走，不知下落。两年前，陈义雄他的父亲去世了，但是没多久，他妈妈却突然回来了。失去父亲，却得到了母亲。这对他们两个姐弟来说，原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谁知道，好像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谁啊？我是你们的亲生妈妈，现在的监护人。你是慧娟，你是义雄。我不太记得你的样子了耶。你不记得没关系，反正以后记得孝顺我就行了。哦，我告诉你们，我搬进来可不是来养你们的。你有没有养过我们？凭什么要我们孝顺你啊？我生你们还不够辛苦吗？没有我哪有你们啊？那又怎么样？从我懂事以来，你也没有当过母亲的责任啊！你出去啊！你说什么？我回到我自己住的地方，碍你什么事？你最好问问你姐姐，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不是像你那个父亲那么没有用，让你们欺负。淡定，不要再说了。不管怎么样，她总是生我们的妈，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还是姐姐懂事。反正我今天就要住进来。你爸爸房间的东西我通通不要，你们最好通通挪走。你太过分了，你！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是你们的监护人，你们要听我的。念书了，我想要去工作赚钱。不行啊，我们两个只能牺牲一个人，何况你高中还没有毕业，出去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至少我可以养活我自己啊，你也不用那么辛苦，又供我念书吃饭的，还要忍受那个妈妈暴力相向和无理的要求。我觉得我跟废人没两样。我是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生养亲情不能违背，无论如何他总是生我们的妈，不管他对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只能接受了。哪有这种妈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要我们为他做这个的做那个的，他还不满意要动手。我好恨这个家，我恨他为什么要出现。妈妈的事你不要管，你只管念好你书就好了。Thank you.
打我们的，不要理他。怎么没有煮饭啊？你又不是没有手没有脚，自己不会去煮吗？我没有米怎么煮啊？没米？去买啊！你没给我钱，我要怎么买？我没给你们拿钱呢，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我看你啊，功课也不好，干脆自己去学你姐姐去上班吧。我，你什么？想吃饭你就自己想办法，不要在这里耽误我打牌，小心我要打你啊！打？你就只会打我啊！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哎。好啊，反正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嘛，那我干嘛还在乎我自己啊？没事没事，你打我。好可怜哦，可不可以不要记他过啊？我们也不想啊，但是他打人就是不对，这件事情学校也只能秉公处理。而且学校最头痛的就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恐怕会影响陈义雄的学习，还有他的未来发展。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也不是没有办法，除了靠学校，还要靠他自己，还有同学之间的良性影响哦。那我回去跟佑佑说，叫他对陈义雄不要再有偏见。我有一个16岁的女儿，对，那我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她。当哪一天我跟这个小孩子见到面的时候，要怎么去让孩子可以接纳说有妈妈这个角色？那老大大概该做坏事他都做了吧，就是每天都要接招，而且心脏要很强，因为他在家非常乖，他不会顶嘴。各位，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课堂上来。刚刚看完这部影片，不知道在座的来宾，你们有没有发现父母跟孩子有产生各样的不同的问题？你们能不能谈谈看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沟通不了，太先入为主。太先入为主，然后言语暴力。言语暴力。我觉得这个母亲突然出现，然后她在跟她的这个孩子在沟通的这个模式是有需要改进的，因为他突然出现，其实彼此都很陌生。那当然，孩子的个性是在过去，在他不在他身边的时候，那样的个性的累积是已经到达一个阶段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要负的责任是比较大一点。所以这孩子其实是二度伤害，是因为一度伤害是因为他没有被他养育过，虽然只有生育，可是二度伤害是他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爱，甚至还用言语来伤害他。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出剧，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母亲的对待孩子的权威的方式，以及孩子回应以后这样的一个冲突，产生孩子的偏差行为，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事实上会给孩子非常多的压力，以至于他在偏差行为当中去不断的用负向的行为、反社会的行为，甚至用暴力的行为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出现。所以这一件事情，孩子来讲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累积在他的身上，那从父母亲来的会有非常多的状况，从学校来的也非常多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 PPT 到底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说的。父母的去世呢，他的积分就已经有100分了，那换句话说，父母亲不在，那这件事情他累积就已经有100分。那父母离异73，父母分居65分，父母因公出差63分，父母再婚50分，父母复合45分，母亲去上班45分，在学校遇到棘手的问题39分，在学校遇到霸凌的问题31分。那事实上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状况是没有提到的，可能有父母亲的暴力，父母亲极度的权威，这些分数可能会远远超过100分。可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你的孩子在这样长期的压力的累积之下，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他的分数超过150分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的压力点已经到达某种压力程度。那如果到300分的时候，事实上包括他的
身体跟心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不知道在座的你在成长的经验当中有哪些人呢？他你的压力指数甚至到150分，甚至到300分，可能会超过。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根据这个分数的，请你举出笑脸，让我们看一下。嗯，我们有蛮多几位分数是蛮高的，他举出笑脸哈。我们来先请教一下10号来宾 ，PPT 上面的那个分数，我应该是近于150，但不到150了。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我觉得父母之间的言语会带给孩子很影响。那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我父亲，他可能从小到大都是父亲是权威式教育，直接可能会像那个影片当中讲说，你也没用，你很烂，然后你以后去做什么算了，怎么之类。我母亲她的心态就会比较像说，啊，我不能像过去的父亲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孩子，所以呢，我要用那种沟通的教育的好好说的方式。那我母亲呢，她会用那种很唠叨很长的那种长篇大论的故事，然后说服你。其实我觉得都蛮烦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青少年时期会有一些我觉得比较说偏差嘛，就是说我觉得比较那么没有那么正常的一些举动和一些心理压抑，我觉得来自于是父母的一些不协调的教育方式和父亲跟母亲之间的言语。谢谢，我们请9号来宾。我的原生家庭的状况其实也跟10号差不多，只是我们家会有多一个情况是会有家暴，爸爸打妈妈，然后妈妈就会压抑过久，然后会发泄在我们身上。那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影片那个弟弟他讲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讲过一句话，说你都不重视我，那我何必重视我自己？就是其实父母给孩子的影响，其实在于一个关心跟一个在乎。那这个重视也不是说今天我要时时刻刻的跟在你旁边，而是当你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父母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嗯，事实上从刚刚两位的分享，好像让我们看到孩子的存在被父母亲看到是很重要的事情，或是父母亲在意用心看到他们的存在，而把他们对待成一个真正的个体，然后这样的样貌，而不是把他否决，甚至把他用语言的暴力，甚至把他推到门外。我想很多孩子的偏差行为可能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产生。来，9号来宾。我们刚刚看那个剧中，就是那个妈妈，她是从小就已经没有跟小孩子接触。是。对，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像其实我有一个16岁的女儿，对，那我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她，甚至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见到面。对，但是如果说今天现实生活中，如果说当哪一天我跟这个小孩子见到面的时候，要怎么去让孩子可以接纳说有妈妈这个角色。4号来宾比有一些疑问。我也曾经遭受过我妈妈不在我身边的这个经验，然后当她回来的时候，她只告诉我说，这就是你的父母，所以你应该要去接受你的父母是这样子对待你。然后我当下我就非常的不平衡，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接受你的离开，然后又要再接受你回来。然后后来我们也是生活在一起了，但是这个生活在一起没有很顺利，因为我们当中会有很多的冲突。因为像他离开我之前，他是用权威式的教导，强迫我们的思想可以跟他一样。可是因为他离开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有所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小孩子，我们是青少年，慢慢要转变成大人。那他可在这当中，我们就会很多冲突，我们会吵架。后来就我的反抗就会越来越大，我就会不喜欢回家。或者是我会有很多外面的课外活动，我就会有点像催眠自己，觉得这个家不属于我，对，这是我妈妈的地方，这不是我的地盘，我就会开始逃避跟我妈妈有近距离的接触。正好来宾有一些疑问，就是也不是疑问，就是我自己也有刚好就是类似跟这两位有相同的例子，就是其实我父亲过去也有因为事业失败，然后离开我们好一阵子。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回来，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奇怪，就是变得无法接受，甚至变得很唐突。对我而言，我要突然再去接受一个过去抛弃我的父亲，我觉得内心里面有很大的冲突。可是后来我觉得很特别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刚好进到教会，然后我就是有了一个信仰，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教会的牧师都会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学会饶恕，我们要学会就是依靠上帝的力量，然后
来去跟自己的父母亲和好。后来我就为了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我整整祷告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有一天我就跟我父亲说话，然后跟他和好。我渐渐的从我觉得从我信仰的力量，仿佛像上帝他给我的那种爱，但来去弥补父亲曾经对我的伤害，然后我有力量再去重新接纳我的父亲，甚至是我去爱我的父亲。我觉得这其实很不容易。我这个关键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信仰的神，然后还有我觉得上帝在这过程当中改变我，医治我。所以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这十几年来你们的生命经验是缺乏的，你们的共同的经验是空的。那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共同经验是空的，你们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那关系只是血缘上的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但是真实上你们是没关系的。所以各位发现那个落差的经验如果没有补上，关系没有建构好，而又回到那个所谓的母亲或父亲的形象的时候，那个距离是遥远的，然后甚至他会跳开。那如果你要回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你要花一段的时间建立你们彼此共同的具体经验的关系，生活在一起，互动在一起。那个关系不见得是上面的父母亲的角色，下面的孩子的角色，可能是从朋友或者是类似朋友这样的关系慢慢去建立。那父母亲的权威基本上不存在，因为连血缘都是遥远的，那在过程当中是没有关系。所以第一个是具体的经验慢慢的建构，第二个在具体经验的建构过程当中去理解这十几年来的缺乏的经验到底是什么，我的经验的改变跟他的经验的改变，因为你没有对话，所以那个经验的理解跟互动的时候，你就会让彼此了解这十几年来发生什么事。那慢慢的走过这一段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进一步把那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去连接上。否则孩子要接受一个陌生人成为一个母亲，这是很大的挑战。同样的，你要认为孩子要听你的话，可是孩子又要花时间接受母亲这样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挑战。所以我建议先把那个关系，先把那个共同的经验，失去的经验呢，能够继续的谈下去。那我也要另外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父母亲，你曾经在你自己的青少年的经验当中，曾经渴望有一段这个好的跟父母亲互动的这个需求的，请举手。来，我们请七号来宾为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以前是在不健全的家庭长，是，对，所以说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尽量说在对对，所以渴望，但是你又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经验，生命经验。刚刚好像五号没有举牌，可不可以跟我？对，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跟我父母的互动很好，而且我可以充分感觉他们很爱我。是，对，那除了我妈妈爱打人之外，然后爱唠叨，可是她那个背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她背后是爱。所以我没有这种什么渴望，没有，就很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一些渴望，或是你已经在被爱当中，所以你没有那种渴望。那你现在当父母亲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实际上，大部分我是比较想说用民主的方式去跟小孩做个沟通，可是问题是，当他悖逆的时候，或者是不太顺服的时候，我就权威的东西就出来了。好比他常常会东西忘记带去学校，那呢就刚开始我会很配合他，就都把他送到学校去。那一次、两次、三次，到第四次就抓狂了。我们当中就会有一些冲突跟矛盾。我话来宾谈谈跟你的孩子的互动。我觉得很有趣哈，我有两个孩子，都男孩，差一岁。我们那个小的根本就不用主动跟他这个互动，他自己什么事都会告诉我。那老大大概该做坏事他都做了吧？啊，比如说抽烟、喝酒、翘课就不读书嘛，撞车。或者是在外面，他不是打架，是被打，就是每天都要接招，而且心脏要很强，因为。他在家非常乖，他不会顶嘴，是。然后你讲什么他都说好，可是等到事情在外面发生，他就会，我们就要负责去帮他处理。基本上在家里可能就不会跟你去沟通了，他是用另外一种沉默来面对，对你的语言的对话。对，非常有趣。我们会从刚刚的对话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成长的经验当中，我们可能会渴望家人来看到我们，或者是父母亲看待我们的存在，看到我们有在那个地方。
那可是刚刚从父母亲的对话当中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对孩子的期待是在他们身上，那这个期待可能跟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的，所以每天就唠唠叨叨，那个冲突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所以呢，在权威式当中，我们常常用教导的方式来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做，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懂得比他多，我们的位置比他们高。可是呢，其实跟孩子的沟通呢，其实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尝试，父母亲可以做的。那我今天要介绍给各位的方式是引导的方式。引导的方式是理解孩子的问题发生背后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去理解的。过去我们常常只看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出现以后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就会开始对话，然后开始冲突。那对孩子而言，我们要看待的是他问题背后的问题。所以呢，引导帮助我们可以去了解孩子问题背后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个孩子功课不好，他就是功课不好，这是问题。但是功课不好背后有很多的原因让他功课不好，很可能是老师教不好，但是你觉得是孩子的错；很可能是在过程当中你的孩子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他功课不好；很可能是他同侪的挫折影响他功课不好。所以当我们不去用引导的方式，我们用教导的方式，这个冲突就开始产生了。所以呢，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叫做引导的功课，引导孩子跟孩子对话反思的功课。我们能不能请几位来宾来谈一谈，你父母亲是用教导你还是引导你比较多？我们请三号来宾来谈一谈。我父母比较多是引导式的，就是他们不会教导我们一个他们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去做，他们不会这样子，他们会把原则讲在前面。像是他们会说你自己要有分辨能力，出去外面跟朋友玩可以，可是不要去跟他们学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其实像在申请学校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们就不会强逼我说哦，你一定要念这个学校，你一定要念这科系。谢谢你的分享哈。其实刚刚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其实爸爸说了很多跟你讲的事情，但是你基本上是很乖的照爸爸的方式去做。那其实爸爸是用教导的方式跟你对话，但是你用自己比较听爸爸的话的方式去走。那这样的方式基本上爸爸没有去引导你的一些想法，会谈谈你在选择科系的时候你应该考虑什么，你应该怎么思考，然后他不给你答案，可是他对带着你去对话，而不是就是跟你讲说那你就按照你的意思。那基本上是某种程度是按照你的意思，但是背后有一种教导，但是因为你比较乖，所以你就不会对这样的教导有任何不同的意见。那我们来看听听四号来宾怎么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跟朋友交换日记或是自己写日记，那我妈妈发现之后，她就把我的日记拿去看，然后甚至她会在我面前就是说我日记写的内容哪里不对，然后她甚至会撕我的日记本。我那时候完全不敢做任何的反应，因为我妈妈她是会动手的，所以我只能就是看着她做这些行为，但是我不能够有任何的回应，尽管心里很不平衡，然后会有点想要反驳他，但是我基本上我都不太敢。所以各位看，如果有一个教导式的父母，加上他带有权威的个性，事实上是孩子是没办法跟你反抗。一种是他不敢反抗，因为他的年纪或者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生长的需要当中，他不能反抗，但不代表他不会反抗。那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爆发。那我事实上认为，这也是常常在教养对待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忽略掉能够听到孩子背后真正想要他写日记的原因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也想请问在座的父母亲，谈一谈，让你们有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孩子，每天想要玩，很想要玩，但是他不想要念书，你怎么样跟这个孩子去对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这样的一个议题，到底父母亲跟孩子怎么样对话？教导式的沟通跟引导式的沟通，父母要如何扮演之？一方面是权威的角色，一方面是朋友的角色。我们慢慢在长大，我们也可以开始去试着理解父母为什么想要用他认为的教育方式来教导我们。四号来宾代表你已经青少年阶段很难有这种想法，因为。
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上课。我们接下来要谈，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很爱玩的话，然后不喜欢读书，你通常会怎么做？对我来讲，我也是蛮头痛的，因为成绩单每次拿回来，你会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应该是不会差到这样子，怎么会那么近就不如人意哦？那我也是跟他爸爸做了一些沟通哦。那你怎么跟孩子对话？因为看成绩不好，妈妈就想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帮助他成绩能够更好，什么网络的那种学习啊、上课啊这样子，不是到补习班的可以这样的课程，我们就想定那个啊，那就问他，他就回答说好啊，我觉得那个不错啊，很好，可是我发觉好像不是这样，所以两天前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回答好，问题比较少，因为我们就不会再追问。是，如果你回答不好，我们会接着会再追问你有为什么不好，你什么事情怎么这样子？你觉得那些回答很烦很麻烦，他不回答。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事件，你会去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还是习惯为他准备什么，然后希望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方式去做。那对方认为按照你的方式他就没有麻烦，所以他就假装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可是最后还是会有麻烦。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是比较从教导式成人主体化的思维，没有回到孩子的一些想法跟孩子的主体化去思维，说到底这一套的东西对你有没有帮助，或者是他自己提出他要怎么样让他功课好的需求，而不是我认为什么样子才会功课好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尤其在后现代面对青少年跟父母亲当中最大的冲突的点，还是我们会期待我过去我们的父母亲怎么对待我，给我们好东西的方式，现在的父母亲还会认为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给他们。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读书爱玩，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那我拿到全美高中的艺术比赛设计奖，差不多15岁的时候就拿到大学的奖学金了。回到家里面应该是很高兴的，给父母看。但是回到家里，父母都是吵架。那他们吵的议题就是说，你的儿子你送，我们做小孩的听到的时候，会想说，那你们忙你们的就好了，那什么事情我自己解决。那我自己解决的方式就是去偷了一台车，然后就被抓，然后就被关。所以就找一条生路，可是这条生路却不是好的道路。对 ，OK。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的 PPT， 来看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跟孩子沟通。第一个，我们要承认大量的说教是没有用的，告诉孩子很多很多很多你自己想要他做的是没有用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不要只是思考问题的表象。因为问题的表象只是很多原因造成的结果，那所以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理解那个问题表象背后到底是存在什么原因。第三个呢，我们建议父母亲可以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多读一些提问、反思、问问题这方面跟助人技巧这方面的书，会帮助一位父母亲在理解跟引导孩子的时候不至于有太多的教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训练孩子成为可以成为跟孩子对话反思的能力，那多上一些有关引导跟提问相关的课的时候，也许你面对孩子的时候就不再是只会教导只会念，而是可以跟孩子对话跟提问。这也是我的经验，在沟通里面我们说时间是最重要，可是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需要时间坐下来对话跟沟通。在我们跟孩子的对话的当中，我们会期待父母亲多跟孩子讲几句话，比如说多讲几句是我可不可以多听一些，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些，我可不可以多了解你一点，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可不可以说具体一点，我可不可以听听你的想法。那这些用词，我会期待父母亲常常用这些字眼在孩子的身上，在你告诉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在你跟他讲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要花多一点时间去理解他背后的很多的想法。因为切记他的成长的时代是资讯主义的时代，他必须要把他这一些的背后的想法跟原因被父母亲理解，然后父母亲才可以有一个方式跟孩子
孩子有一些讨论，那我发现大部分的冲突都是来自彼此对彼此的陌生、不理解，跟不理解彼此接受环境的样貌，包括他在学校里面、他在工作环境里面那个样貌是彼此陌生的。那接下来是你可能要花自己一段时间去重整过去你在成长经验、孩童经验当中有一些的缺失、有一些的不足，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投射在你的孩子的身上，或者是期待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就像你的医生的爸爸就会期待孩子念医科，那这些投射呢，有时候是因为你的期待、生命经验跟特质就放在孩子的身上。那我想提出这五点呢，来跟各位所有的来宾谈一谈，孩子跟父母亲沟通的时候，父母亲面对孩子避免产生偏差行为的时候，他可以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我相信孩子在这样的理解的状态下，他的偏差行为一定慢慢会被改变。但是这个是不容易的功课，而且这在生活上要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去实践这样的引导沟通的过程。来，十号，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个问题哦。就刚才讲到教导式的沟通跟引导式的沟通，其实有些时候教导式比较强硬的沟通，是因为父母为了要制止孩子一些会受伤害跟偏差的行为，所以才必须要那么做。引导式的沟通有一点像是好像父母为了要跟孩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像朋友一样平起平坐的沟通，就变成说一个像软一个像硬。那老师如果在生活当中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父母要如何扮演着一方面是权威的角色，一方面是朋友的角色，并且能够软硬兼施，能够跟孩子有好的关系，又能达到沟通的效果。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亲子如果没有好的关系，教导常常产生冲突。在教导非常重要的是，我能够接受你对我的不管是比较严格的规定，或者是比较期待性的规定，或是你对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前提之下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是够强劲的。如果这个关系不够强劲，太多的教导基本上是冲突非常重要的来源。但是引导基本上就站在一个非常平等的角色，去理解他背后的想法，然后帮助他自己理解，找出可能解决的方式，然后让他做一个决定，然后为这个决定去负责任。这个是在引导当中蛮重要的前提。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一个孩子从学校回来，他头低低的，他说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心情不好，对，我今天考不好。然后妈妈就听到考不好，就说你又考不好，叫你读书你每次都去玩，又玩电动玩具，像昨天呢我又去上去看，他就开始去唠唠叨叨去谈他的想法。但是如果从引导式的想法，孩子头低低的就问他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可能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孩子就不讲话，记得16秒的时间让他不讲话，然后他16秒都不讲话，就说你真的心情不好吗？他又不讲话，那代表一件事情是，他在这个16秒的过程，第二次16秒他又不讲话的时候，代表他今天他的心情还没有准备好跟你谈这件事情。你就不需要强迫他这个时刻一定要讲，因为我们也不急着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会急着想解决他这个问题，把他当作一个机器去修理他。漏水管了就要修水管，可是人不是水管，所以我宁可可能今天晚上吃完饭，他说：“哎，你今天刚刚回来心情不好，可不可以跟妈妈讲？可不可以跟爸爸讲？你今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孩子就说：“学校同学打我。”那你就说：“哪个同学跟我讲？”那你又变教导式了，你又没有去理解他背后被同学打或者被同学欺负背后的原因。如果这样的问题他没有被理解、没有被了解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然后还是重复过去的行为模式。那引导是非常重要，他可以理解太多太多孩子内在的议题、孩子的样貌，然后可以让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可以按照孩子的需要、他的需要，然后帮助他。那我们四号的来宾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像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慢慢在长大，我们也可以开始去试着理解父母为什么想要用他认为的教育方式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也应该要来学习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跟父母沟通，而表达出我们希望的、我们对他们有期待的那些沟通的方式，或是我们希望他们怎么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可以有这些思考，然后也可以反省我们跟父母之间的一些沟通，我们也可以来改善这件事，而不是把责任也直接放到父母的身上。我们应该也有责任去反省我们的沟通。所以，四号来宾代表你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开始会理解父母亲怎么想。在青少年阶段很难有这种想法，因为青少年还在寻找自我的发展、自我的认同、自我生命的定位。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开始会回头看过去父母亲所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来，三号，就有时候沟通方式可以不要只限于面对面的沟通，有时候可能大家先沉淀一个晚上，或者是各自先安静一段时间，然后可以用写的，用简讯或者是脸书的私讯，就是其实可以不一定说我今天一定要你犯错，我一定要把你抓过来，然后你要跟我面对面讲。就其实我觉得文字有时候可以带来很大的力量，就是也可以一方面是小孩跟父母两方面在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去想。所以爸爸听到有时候文字还蛮重要的哈，所以这是不容易的过程哈，这是我们都希望很快去修理好这个机器，就是把问题当作水管漏水，所以水管漏水一定要找赶快吴京航来修理，可是也把人当作水管漏水，所以人产生问题冲突就马上当下要去处理，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这样子，因为人就是人，他的独特样貌，他的时间的等待，他表达的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那么习惯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谈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对待、沟通、互动，甚至引导的关系。那我们期待现场的来宾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回去以后，跟你的孩子开始对话的时候，可能会改变过去大量的教导，或用自己生命经验，或者是用自己的权威来灌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想要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在走的一种样貌，开始学会去欣赏你的孩子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不一样、非常尊贵的生命，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那尊贵的生命，这样独特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待细致一点，多花一点时间一点，那个细致的生命会长成属于他自己的样貌，而不是我们要他出来的样貌。那这个样貌应该是最美的样貌。如果每一个人都长得像我们自己父母亲，其实也不好。所以如果让他长成该长成的那个细致的样貌，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引导，多花一点时间对话跟沟通跟互动，甚至多忍耐一点点，多接纳一点点，那可能你的孩子真的就会不一样，也不至于造成太严重的偏差行为，甚至可能在他的中学、在青少年时代，他就表现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慧慧啊，以后这种事啊，尽量避免，好不好？好，我知道了。好好好，好，再见。好，拜拜，拜拜。他答应了，那我们就晚上见喽。OK， 走。有种很好玩的东西给你试试看的啊！我真的超乎你想象的。超乎想象？什么东西啊？那是仙丹哦。仙丹啊？你是琳达的朋友才跟你推荐的。